主席、各位同仁啊，这赖世葆委员的提案只有把这个号次列出来啊。那到底这些这个几个案子是什么程序，或者赖世葆委员是不是能够一个案一个案呢、啊，跟我们做一些说明好不好？因为否则的话，我们怎么处理啊？我们这问题，这个案子到底哪些，到底哪一个部分是不符合程序，是抵触规定的？我们总要把这个请这个提案委员说明一下吧。好，这个谢谢我们段委员的这个会议询问啊。那我们处理一下，赖委员，你哦，赖委员没有补充哈。好，不，现在只能，如果你有会议询问或者程序问题可以处理，其他的实质问题我们就不讨论哈。好，一分钟来。本席还是重申哈，这里是做那个程序处理，不做实质处理哦。那如果那个赖委没有更进一步的补充的话，我在这边讲。